那他除了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以外呢，他同时也长期的关心各种社会议题，也积极的参与。那大家欢迎屏幕。大家好，我是屏露，文字工作者，写字的人，平常很安静的坐在家里写字，这一次实在是忍无可忍。各位看看你们周遭，今天晚上多少人跟我一样，多少人，我们有50万人站了出来，请大家给自己，给我们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多年来在我写字的生涯中，一直相信，一直深信，现实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改变。这几年因为马政府失能，因为立法院撤手，所以我们尤其觉得，我们觉得失望，我们觉得冷漠，以致对于最重要的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福报议题，我们也任他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会通过，多可怕。好在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样的冷漠，因为我们这样的觉得无力感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宿命，我们会怀疑是不是中国因素会主宰台湾的未来。那好在这一次因为太阳花学运，学生们站了出来，学生们做了最重要的事，以至于在场各位跟我一样，我们也有机会坐在这里说出我们的心声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的力量，所以我们将来会更坚定，我们更知道台湾的前途在哪里。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，我知道我可以做的事跟许多喜欢文化艺术的人一样，我们可以用文字，用诗歌，用艺术，用舞蹈，用音乐，希望用我们微薄的力量跟大家一起把台湾多年来的冤错化为甜美。这是爱尔兰诗人叶慈在他们独立前夕，在他们独立之际所写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多年来想在我的心里。我们要一起努力，把台湾多年来的冤错化为甜美。请各位给自己加油，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。那我就因为我没有音乐哈，所以我就老舍代替我的演讲。大家知道其实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内有那么多对立问题那么严重吗？就是因为大家都过度紧张。那其实音乐圈也不例外，所以这首歌很像中国风，我让这首歌得到央视主管表演的机会。我问你，现在做音乐什么最重要呢？态度、灵魂，答错人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中国 I love you 就对了。大家讲话要原则，连内裤都要打个中国结儿。阿哥就没说东湖生加二，我没说叫小胖子东风破。反正说东北有三宝，人生香乌拉草。东北有三宝，新人生是香乌拉草。还有一种是过去的人在台湾混不了，只好过去唱唱小声也好。他们在那里唱的歌，我们可能已经时间没听到。听我
关后，十年内也不想再听到。反正说中国 LV 已经变成民运动，已经全没人不听中。我看全台湾只剩很骚扰，美国中国 LV 是的，你没听过。飞行在暴风前端，你会说我感到担忧、难受、难过、颤抖，然后我拒绝活在这样的国家，但我不打算走，掌控权终将回到我们手上，不再是空想或疯狂的痴人空想。猴子们休想再拿到左轮手枪，此后没人能捂住你眼睛、嘴巴、耳朵，从今之后这里会充满争议、自由。官员的跪下亲吻平民指头，军队正无法抢走穷人最后一块饼干，同时富人正无法抢走穷人最后一碗米饭。这出机器将慢慢毁坏，失控在是重生，正不在是封在象牙塔的白日梦。你会打倒史密斯，拯救西安，等着看，因为祭司已经告诉我你就是 The One。有没有看过上前几天灭火器到立法院内跟同学们拍戏？那首歌叫做《岛屿天光》。那现在我们请北艺大同学来教我们唱这首歌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大家继续移动，保持通道畅通，谢谢。请大家继续移动哦，保持通道畅通。好，那灭火器的团员要先上来示意。那北艺大同学他们现在正在准备，他们自己录制了一支 MV 要来教大家唱这首歌。那也希望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，好吗？前
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北一大学生，在一场内的这几天，我们一直面对政府消极而且不负责任的回应，尤其在行政院的恐怖那个镇压事件之后，一场内的同学每个人心中都是非常的恐惧不安。那时候我们觉得，你好，力量，你在这里，让这些学生继续坚持下去。你怎么没声音啦？每天我们都会听到那个把话把喉咙都讲感冒，OK。所以我主动去邀请要大正写的。那你喉咙要那个喉咙要。我希望通过这首歌 ，OK， 能够再一次的把。很高兴看到你，凝聚在一起。这是我们班上的超级阿娥。所有的人，因为有你们。学生们才能继续走下去。我们昨天在网络上，我们大安社大的同学，现在我们有另外一支由北一大动画学系制作的动画版本，刚在现场首播。好，我请那个动画系的学生来跟大家讲一下话。大家好。我们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学生，他们说学艺术的不食人间烟火，我们说学艺术的用自己力量反馈社会。北大这几天从不缺席，在现场制作太阳花、布条海报，日夜轮番不眠不休，而我们也尽自己所长，在一个礼拜之内做了10次动画短片，希望告诉不知道的人我们的诉求，告诉不了解的人我们的认出来，告诉不关心的人现在发生的事，我们要做到越来越